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消息传开了之后，弥赛亚的热潮一定是爆表了。现在大祭司们他们已经惊觉起来，因为他们受命要维持现状啊。他们受罗马当局之托，要他们维持和平。法利赛人和耶稣之间的拗撬是已经超越一般的争论，是发展到所谓违反法利赛教派的习俗了。如果这个弥赛亚运动最终变成起义的话，罗马人就会隔了圣殿的管治者和自己来做维持和平的工作，要亲自下来平息叛乱。大祭司们他们觉得要在事情变成不可收拾之前出手啊。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虽然他们是已经有了决策，但是当权者仍然是担心百姓的反应的，因为一般人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我坐在一堆瓦砾的上面，很多人相信这个就是麻风病人西门的家。西门是法利赛人，他住在伯大尼，被耶稣医治好他的麻风病啊。约翰的记载说，这位法利赛人要开个筵席，请耶稣来吃饭，要荣耀他。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根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或者当日的宴会就是在伯大尼这间屋里面举行的。那阵时的人呢，是流行用左手斜斜地挨在那张桌子旁边，然后就用右手进食的。他们饿在这个软垫上面，只脚就伸出桌子外面。而刚刚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拉撒路，也都被邀请来作上宾去陪耶稣啊。马大就很忙碌地侍候啦。咁而好明显，玛利亚系冇被邀请嘅，所以佢就静鸡鸡就走入去呢个宴会嘅客房。佢用一根纯金松膏喺耶稣嘅脚上边，系一种非常珍贵嘅香膏。玛利亚十分爱佢嘅主，佢听到佢话佢即将受死啦，所以就打算用香膏嚟到膏抹耶稣。即使佢系打算私下做都好啦，嗰份香气佢系用众人都睇到佢嘅举止，佢但系宣称耶稣就系佢嘅弥赛亚。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了。弥赛亚这个名词是暗指当上帝拣选一位君王或者祭司的时候，将某人分别出来的仪式。膏立的油加入馥郁芳香的香膏，哇，那种散发出来的香气就好像一朵无形的冠冕，授予神圣的光环给那个被膏立的人了。当皇家的队伍行进的时候，贵重香油散发出来的香气话给人们听，王正在经过啊。在未来一周，耶稣无论去到哪里都好啦，无论是行在街上边或者在圣殿里面教导人都好啦，个个都可以闻到他是弥赛亚之君。犹大是这一组人的师傅，他埋怨做乜浪费这个值一整年人工的香膏，就这样抹在耶稣的脚上边啦。这个香膏可以卖钱去周济穷人嘛。但是耶稣反驳犹大说，玛利亚是做了件美事啊，他膏抹我的身体是为埋葬而做预备的，这件爱心的行为是会被全世界所落到的。犹大被训斥，他感到受羞辱了，于是去到大祭司那里就出卖耶稣。约翰他注意到有一大群人在宴会厅的外面，不单只是看耶稣，也都要看拉撒路啊，即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一位呢。于是祭司长他们商议，连拉撒路都要杀埋了。第二日紧张的程度继续升高，耶稣骑着驴驹从橄榄山落到耶路撒冷。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以色列的王是有福的。
而家犹太人嘅领袖大为惊吓，就话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耶稣每日都喺圣殿里边教导人，然之后夜晚黑就翻到去橄榄山嗰度休息。逾越节好快就到啦，耶稣差遣佢嘅门徒去准备过逾越节。咁而有趣嘅系，唔同嘅福音书对准备嘅功夫都有唔同嘅记载啊。马太就咁样写嘅，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而马可就提到耶稣差遣两个门徒去为筵席做准备。咁路加就指出呢两位门徒乃系彼得同埋约翰啦。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哪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是不会好随便咁样见到一个男人拎住水瓶或者陶壶行嚟行去的，因为去攞水呢一般呢是妇女的工作嚟噶。男人所带的水呢是用皮壶嚟到装住的。彼得同埋约翰就跟住呢个男人翻屋企，就照耶稣嘅请求得到主人嘅容许，可以喺楼上嘅客房用餐。呢度系足可以容纳耶稣同埋门徒一齐用餐嘅。我而家身处嘅地方咧，就系被指认为耶稣同佢嘅门徒一齐食最后晚餐嘅地方啦。佢系身处喺耶路撒冷西面嘅锡安山，佢系有一段好有趣嘅历史嘅。现时这个建筑物是可以追溯至十字军期间，它有美丽的拱门啦，还有哥林多式的柱子啦。建筑物的下层是一个空的坟墓，是纪念大卫噃。在拜占庭的时代，雅各被誉为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始祖，而大卫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始祖。随着时间过去，就有传说就话啦，两位都是被葬在锡安山。拜占庭的人不明白大卫城的锡安山其实只是在圣山下的一条狭窄的地带。而这个锡安山的新区呢，在大卫时代呢是没有人住的。所以真正的坟墓应该在城外面的汲沦谷。但是传说话大卫就是埋葬在这里的。于是回教占领这个地方之后，他们继续按着传说将这个建筑物改建成为一所清真寺，并且改建成为纪念大卫的陵墓。当以色列占领这个地方之后，下层就被改建成为一所会堂了。那这里楼上的客房呢，自从五世纪的初期已经有基督徒来这里造访，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热门的朝圣景点啊。所以彼得和约翰就跟着一个拎着水樽的男士就入了一间房，里面就一间很阔大的楼上客房，准备吃逾越节了。但是耶稣为什么用这么奇怪的方式说话呢？为什么他不直接说你去找 John Mark， 问他我们可不可以在他妈妈的房间那边吃晚餐？答案就在路加福音22章啊。犹大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喜欢，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耶稣知道犹大已经出卖了他了，他却是不希望吃晚餐的时候，他是被当权者所打扰啊。所以他就用暗语，以防止犹大知道他们在哪里吃晚餐，这样他就可以有多几个钟头的时间，是可以不受干扰地去教导门徒了。因为逾越节乃是纪念以色列民那个晚上离开为奴的埃及地，去到应许之地，所以每一个动作都很有预表性。首先他们要确定炉的面或者酵母是从屋里面除净了。咁嗰啲老嘅面，亦即係发酵嘅面团或者酸嘅面团，使面包膨胀同埋松软嘅。但因为逾越节当晚呢係赶时间㗎嘛，係唔可以等嗰啲面团发酵之后再拎去焗。咁佢哋就食嗰啲冇发酵嘅面包啦。於是彼得同埋约翰就点灯嚟到检查房间，確定面酵都已经被移除啦。
彼得同埋约翰仲要去买逾越节嘅羔羊啊，并且要将呢只羊带去圣殿嗰度宰杀。呢个系让佢哋回想到喺埃及嘅嗰个晚上，佢哋将逾越节嘅羊血涂喺门楣上边啦。于是灭命嘅天使就会越过呢一家啦。喺更古老嘅时代，呢只羊系要被烤过噶。而喺耶稣嘅时代，佢哋就将羊同蔬菜一齐炖，然之后喺桌面上会放一盆盐水，系用嚟提醒佢哋喺埃及所流出嘅眼泪，而后来系点样神迹地喺过红海嘅时候被拯救，脱离法老嘅军队。另外仲有各式各样嘅苦菜，系用嚟提醒佢哋喺埃及地受苦嘅日子。最后仲有四杯酒水，喺佢哋食餐嘅时候喺唔同嘅时间饮用嘅。嗰一夜被救脱离埃及嘅以色列嘅奴隶系唔可以坐喺餐桌旁边食嘢噶，佢哋要企喺度食噶，因为佢哋要等候着嗰个可以随时离开嘅一刻啊。但系而家所食嘅呢一餐，佢系为咗纪念当夜而食嘅，即使系最穷嘅人都会喺呢一个餐桌旁边邪饿啊，因为佢哋已经得蒙拯救啦嘛。有咁丰富嘅表号，我哋真系唔能明白点解弥赛亚嘅狂热会喺逾越节呢个时候达到高峰啊！因为呢个节日就系纪念上帝从埃及人嘅手中拯救佢嘅子民。所以合理地是以为他会同样用这一晚来到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可恨的罗马占领者。耶稣试图教导他的门徒有关弥赛亚的真正意义，但是他是放弃粉锐党影响的速度很慢啊。耶稣在橄榄山警告门徒，这个虚假的弥赛亚运动最终必然会导致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的。耶稣试图使他们能够明白到他作为弥赛亚的使命，但是那晚他们去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仍然在讨论着当耶稣建立新的国度的时候，哪个可以得到什么职位，哪个是最大的。一般最后晚餐的画作都将它画成耶稣和门徒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但是经文话，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因为当日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吃得很匆忙的嘛，但是今日吃逾越节呢是可以择我来吃了。这个就是表示现在已经得到自由和可以享受了。在耶稣的时代，将这些很矮的桌子排成一个 U 字形，然后桌子的外边排上很多软垫，宾客就会斜卧在这些软垫，以左手支撑身体，用右手进食。这个在上流的家庭来讲是一种很常见的安排来的。在这个 U 型桌子的开口就是上菜的地方了。在宴会的时候，有些讲故事的人或者是一些乐师就来到这个 U 型的内部在这里如宾了。每一张桌子都有一个主家位，咁而喺主家位置嘅右边或者左边呢，就系呢一位嘅上宾嘅位置啦。呢一张就系最高地位嘅桌子，然之后就系中间嘅桌子，再嚟就系 U 型另一面嘅桌子。因为彼得同埋约翰系负责准备嗰晚嘅筵席，我哋就可以想象佢哋将自己嘅位置都安排好啦，一个喺耶稣左边，另一个就喺耶稣右边。当他们从门口进入的时候，会先洗手，然后再入席。我们可以想象个人都希望能够坐上上宾的位置，而我们也可想而知有很多人是很失望的，因为坐不到他们想坐的位置。路加就注意到了，门徒引起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所坐的位置，那就当然是在主家席了。而我们知道约翰所坐的位置就是耶稣的右边了，因为他是用背脊轻轻靠住耶稣的胸膛的，而这个也是第三重要的座位来的。主家的左边是第二个重要的座位了。问题是哪个会坐在耶稣的左边位置呢？耶稣会背靠住哪个呢？这个座位很重要，你坐得下来就是说我信任你会保护我的背脊。你背靠住嘅嗰个人呢，其实佢系可以好容易咁样拎起佢嘅餐刀嚟同你一刀割喉嘅。你愿意背靠嗰个人，意思即系话你信任佢会保护你。
虽然彼得一早已经预定了这个在耶稣旁边的位置，但是犹大硬硬坐了下来，他要坐在耶稣之外最重要的位置，他就不客气地瞓低了。彼得真的被他激死，他是不会让犹大背靠着他的，所以我想彼得他会移到去最下面的座位那里坐了。耶稣知道犹大是已经出卖了他了，他亦都知道自己只是剩下几个钟头能够同门徒在一起，跟着就会被捉拿同埋带去钉十字架了。当他们斜卧在桌子旁边的时候，耶稣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但是当他们开始吃的时候，他们的气氛是十分之僵硬同埋紧张的，有人真的感到一肚气啊，他有受伤的感觉咯，咪就是因为座位的安排搞到心里面不高兴咯。吃饭的时候，耶稣试图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去迎接未来几个小时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太专注于在未来的国度里面能够得到什么位置啊。咁又因为彼得同埋约翰佢哋两个就係为呢个筵席做准备嘅，咁佢哋就冇为呢一个洗脚礼嘅习俗准备仆人啦。佢哋既然知道自己会坐喺耶稣左边同埋右边，咁有乜理由洗脚礼呢种差事係由佢哋两个做至得㗎？其实洗脚礼唔单止係一个预表性质㗎。你睇下嗰条冇铺好嘅马路到处都尘土飞扬，而嗰个季节係春天，晚雨或者最后一场雨是啱啱先至落过，好可能佢哋去到楼上嘅时候呢，脚上系黐咗好多嘅尘土㗎喇。其实呢个洗脚礼乃系一个基本嘅待客之道，通常系由奴隶嚟到侍候嘅。一般嘅拉比亦都唔会期望佢嘅门徒嚟做呢一种下人嘅工作。耶稣佢系利用呢一个尴尬嘅时刻要作为一个教材。因为门徒们仍在度想紧职位啦，满脑子骄傲啦，将来嘅荣誉啦，耶稣就企起身，除咗佢嘅外衣，就将一条毛巾束喺身上边，就将水倒落个盆里边，然之后就开始为门徒洗脚啦。你可以想象门徒嘅注意力都被佢所吸引啦，所有有关将来角度边个坐咩位置嘅谈论全部终止啦，耶稣做咗众人嘅仆人啦。他拎着水盆跪到在犹大的面前，这个人已经出卖了他了。当这个清凉的水淋到犹大的脚上洗去尘土，犹大真的想承认自己出卖了耶稣啊！圣灵正在敦促犹大要他去悔改，但是他抵挡圣灵，他拒绝了，他硬着心肠决定将这个坏的事情做到尽为止。耶稣沿着桌子为门徒洗脚，最后来到彼得的面前。我相信他是坐在最末端的位置，他弯下腰来要洗彼得的脚。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彼得他感到双重的尴尬，因为他座位是坐在末席，意思就是说他应该做仆人做的工作，如果当场没有仆人就是他了。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彼得是已经洗过了，意思即是说他是已经受洗礼，但是他亦都可能因为踩到啲咩污糟嘢，只脚需要再洗一次。作为耶稣嘅信徒，系你同我都可能系受得洗嘅，但系一路上我哋都可能会踩到啲咩嘢，有阵时可能系尘土啦，有阵时可能踩到啲更拗教嘅嘢啦。这个洗脚礼系一个象征式嘅微型嘅洗礼，去洗去我哋所踩到嘅污糟嘢。耶稣宣布门徒中有一位要出卖佢啦。他们都感到好疑惑，约翰告诉我们听，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因为约翰他所坐的位置是要侧身挨住耶稣的，所以他能够看到的人呢，是直线看到的是很少，除了是坐在末座的人。当耶稣得到门徒的注意之后，他就回去座位坐了。
耶稣就拎起桌上两样嘢，为佢哋注入新嘅意义。佢拎起无酵饼，念诵传统嘅祷告：主啊，你是当称颂的，我们的上帝，宇宙之君王，你使土地出粮食。这个无酵饼所指的是在埃及得到救赎的象征，耶稣为他们添上新的意义，就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然后他拿起杯来，照传统的土民祝谢，说：主啊，你是当称颂的，我们的上帝，宇宙之君王，你创造了这藤上的果子。然后他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在逾越节的餐台上面，这个藤上的果子一直以来都是代表着逾越节的羔羊在埃及地所流的血，要涂在以色列家的门楣上，于是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这一家，留下他们长子的性命。耶稣说，一直以来这个血所代表的都是逾越节，但是现在他要代表的就是我的血了，那是为你们所流的，使多人的罪得赦。这个代表我为众人流出来的血，要作为立约的血，使新约生效。耶稣他预言到，在门徒之中有一位将会出卖他啊。于是门徒就彼此对问了，就说：主啊，是不是我啊？那个人是不是我啊？彼得就示意约翰，问下他是哪个啦。于是约翰就问主，他就回答说：这一块沾湿了的饼，我递给哪个呢？那个就是出卖我的人了。跟着他就转身就交了给犹大。在桌子旁边只有两位可以得到耶稣喂的，一位就在右边，一位就在左边。因为约翰是斜靠耶稣身上，所以他在耶稣的右边，所以犹大一定就在耶稣的左边了。是不是很奇怪呢？犹大虽然已经出卖了他的主，但是耶稣仍然让他坐在他的背后。犹大就接过了耶稣递给他沾湿的饼，耶稣就说：无论你要做什么事都好，快点去做吧。犹大就起身离开了房间，那阵时已经天黑了。门徒们是不知道耶稣已经指出犹大就是出卖者，他们以为他只是出去为筵席加添一些什么，如果不是，他是不可能活着走出这个房间的。他们仍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意义。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西你们像西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在餐桌旁上演紧好奇妙的一幕啊！约翰的座位是坐在耶稣的右边，他紧贴耶稣，用心聆听，珍惜他所讲的每句说话。又有出卖主的犹大，他坐在耶稣的左边，他亦都有挪移过去，他要紧靠耶稣，不过他没有接受主所给他的指示，他亦都没有将他的心交给耶稣，他出卖了他的主啊！在餐台最远的那边那是彼得，他的感情受伤啊，他坐不到他觉得自己应得的那个位置啊，所以他就屈到去另外一边，去到最远那里坐低，他好委屈，他拉长块面为自己难过。其实那晚彼得怎样做才会是最好呢？当耶稣叫他让位，等犹大可以坐在他的旁边的时候，我觉得彼得应该就在犹大的旁边瞓低，好好咁看护他的背脊，咁咧就会听到耶稣所讲嘅说话啦。但系佢容让自己受委屈，佢觉得受羞辱，所以咧就屈到去抹咗嗰度，好嬲怒咁样坐低，就话：好啊，你哋咁样对我，我就嚟呢边坐，等犹大看护你嘅背脊啦。好不幸地，我哋都系经常咁样做嘅，系咪？当我们被某人的话得罪之后，无论是在教堂、学校、邻舍还是在家，我们会容让这种失望变成内心的苦涩。彼得应该相信耶稣，就走去犹大后面那里坐。
但系佢唔相信啦，就系、是、因为咁，佢就并冇准备好可以面对嗰晚再夜啲嘅时候发生喺赫西马利园嘅事件啦。你知道吗？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喺呢个餐桌嘅旁边，我哋都喺呢啲唔同嘅位置上边，或者我哋就喺约翰嘅位置，或者你正仲用心听耶稣嘅说话，珍惜佢所讲嘅每一个字，使之成为你生命中嘅一部分。或者你会好似彼得一样，让自己感受委屈，你被侮辱之后，你就放纵自己嗰种受伤嘅感受。或者你会好似犹大，你会出卖你嘅主啊！我有好消息话俾你听啊，无论你坐喺桌子嘅边一个位置上，你都可以移动噶。你可能坐喺犹大嘅位置，或者你已经出卖咗你嘅主啊。但是你可以祈求原谅，你可以对圣灵作出反应，然之后来到约翰的位置上面，你可以来到他的位置，这个地方让你靠近耶稣去听他的说话。或者你觉得被羞辱，就挪到彼得的位置那里坐下了。或者你放任受伤的感觉，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你可以回来去靠着耶稣去听他的说话。你知道这个不单止是你的座位靠近耶稣远和近的问题，耶稣都靠近犹大的胸膛啦，但是他并没有改变他的心思啊。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而这个就是约翰所做的，也都是我所希望做的。你呢？圣经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没错，他们可能唱出诗篇136篇赞美的哈路尔诗篇，跟着他们就离开楼房，就去到赫西马利园。而这个也是我们精彩的踏上耶稣的脚中的下一集的主题，就是在园中散步。现在我从这个美好的楼房和你一起祷告啊。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有特权来到这个楼房，在我们的脑海中重现那日夜里你和门徒围绕在桌旁的一起进餐。主啊，我感谢你有好消息给我们，无论我们是坐在哪一个位置都好，我们都可以来去到你的身边，靠近你胸膛，我们可以来来靠近你，珍惜你每一句说话放在我们的心上边。我们要来到那个位置上边，现在将心交给你，邀请你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能够来到这个楼房真是太好了，我们还一起分享了这个故事，就是当夜在餐桌旁边所发生的事情。而下一集我们将会继续跟随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离开这个楼房，就去到橄榄山的赫西马利园。请你不要错过这个特辑的精彩的下一集，在园中散步。现在我从隐卡林的楼房祝福你满有上帝的恩典和一切顺利。 Shalom。